差不多要2年的时间，阿伯终于考到了车来生车。然而今天是他拿了来生第二次驾车的体验了。原本是我坐他旁边的，但是今天微微坐他的旁边。咱们今天看他的反应是如何。后面是。等一下，这个红绿灯的时候不要直直扭，往后面过。转这边。嗯，你前面会塞车，不要。转左还是？转左。后面是这边吗？转进去了耶。那个是转车。你的阿伯很凌乱。你的阿伯也没有像你这么坚固。你可以近一点啊。像个木头一样。他还没有弯进去，你打那个signal放掉的吗？打了signal他自己会 auto 的吗？弯，跟着那个车这样弯。知道吗？知道。那个路就是这样来的，知道吗？靠嘞。Stop。他没有打 signal。他不用打 signal， 这个是他的路。这个人偶尔要开 signal 的。OK， 他也要走。是小浪好不好？他在玩。请你踩油，那个手不要冷，手不要冷。我都不怕，撞到是有声音的，就对了。在大陆就是要这样的 speed， 不是没有，这个不是没有车才给我这样的 speed。看到洞吗？哪里有洞？那个洞在那边，那个洞。我不知道我的队要打多少。上上。等他过身了。OK。这样就不吃人家的路。因为我刚刚没有看，我只是看旁边有没有车。然后每次都要 slow down， 是这样的 speed。哎呦！哇，前面有车，很远，我知道，我不要走是吧？我就让人吃亏。踩油踩大一点。这是什么样拍啊？三四千，要高三一点，不要紧，你再放，等一下。哎，可是。放啊！
可以啊。可以啊。Go！第一次我又骂不成功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